尋日我哋全日咧就去咗一間小學，就去咗熱多小學嘅。咁成個路程咧，我哋就係要由我哋嘅中心小學啦，坐車攀過一個雪山，先至去到一個海拔4400米左右嘅一間熱多小學。咁我哋喺成個路程咧，其實校長咧已經同我哋講過咧，係我哋中間咧係有機會係車輛係行唔到嘅，因為嗰啲淤泥咧係因為融雪嘅關係咧，所以係令到汽車係唔能夠前進嘅，咁但係我哋都嘗試啦，咁我哋結果行到差唔多一半嘅路程到啦，咁跟住我哋就因為淤泥咧，就其實係唔能夠前進啦。咁但係去到嗰刻嘅時候，其實我嘅身體狀況咧就係咁多個工作人員裏面最差嘅一個嚟嘅。哇，頭已經暈暈地。仲要行啲咁陡嘅路，真系好辛苦。头先已经食咗粒高山症药，但系都系有啲头赤赤。而家系3900，即系四千米。哇！佢哋话去到4000米左右咧，每高100咧，感受系另一个层次。我唔知啊，但系我依家4000，我已经有少少昏沉嘅感觉。唉。呢種體驗真係不生難忘。没氧气。辛苦啊！哎，心跳，不运动的时候感觉不出来。这是人工呼吸。这才半山腰，剩下的路看可能会更辛苦。咁去到我哋中途嘅时候系行唔到啦，咁要决定，因为校长已经准备好噶啦，咁我哋有五六架嘅电单车，咁就系由嗰啲先生揸嘅，咁就系佢哋亦都试过噶啦，就系。一個帶一個，咁我哋所有物資都唔帶啦，仲有一半路，大約45分鐘嘅電單車車程去上去嘅。頭痛咯，頭痛咯，久唔久唞唔到氣咯。咁啊，會唔會唔好夾硬上4000幾啊？而家咁係啊，但係而家我哋係攀緊4000米。大家呢個係一定係要頂上去喎。即係而家我哋係攀過4800喎，等緊我哋嗰啲。我們肯定會路過4800的嘛。即係去到個諗曬冇意思啦。係啊，問我得唔得？我當時一開始話得啊，上去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唞一陣，唞咗三個字，俾我唞一陣，唞咗三個字之後，我哋當我行上少少斜坡要上個電單車嘅時候，我話唔得啊，唔得，不如翻轉頭啦。我諗我都唔得噶啦。咁跟住會長話：咁唔得就算啦。咁好啦，翻落架車度，再講多次唔得。我想我前前後後講咗3次唔得。如果坐電單車咧，我哋電單車隊喺度，咁可以，你會唔會試下坐電單車上去咧？坐唔到喎，我諗我，你唔敢試？我唔敢試啊！電單車條路好危，條路好危險，我唔敢試。但係我嗰陣時真係已經好想好想好想嘔啦，咁我但係我都講咗3次話放棄啊，唔得啊，但係兩位攝影師話。你唔得，咁我哋照上去啦，我哋照上去拍啲嘢啦。咁嗰刻咧，就激励到我。其实我系，我系死顶嘅。其实我多数唔得。待会我说停嘅时候，可能要停一下，我可能要吐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啊，等下我依家，几冇出息。高原医用。重啦就。好，两个手环。好，可以了。这样。好。喺个成个45分钟嘅车程咧，其实一路都系好顿啦，咁同埋一路都系头痛到不得了啦，咁跟住又唔习惯嗰啲电单车，咁又一路双手扶住。蔡师傅啊！亦都係學校嘅阿老師嚟，我就係咁啊，咁樣捉住，
盡量貼緊啲師傅，一路挨住佢。頭先凍到眼淚水都流，走吧，師傅，再見。仲有半個鐘，半個鐘。但是不知點解喎，真係好神奇喎！我一去到個目的地，經過4500米的海拔，一去到個目的地，去到熱多小學，見到一班很多的小學生，同埋嗰個環境是非常之靚，成個個畫面是一大片的平地的校園，後面就全部我諗180度都是雪山，咁就非常之非常之靚。呢間學校完全冇電嘅，我哋係冇電道嘅，所以我哋希望今次藉住今次，我哋慢慢係會幫佢哋加一啲太陽能嘅發電啦。咁啊，另外我哋帶一啲物資，但係物資依家上唔到嚟啦，我哋有成車嘅物資啦。咁啊，呢個附近仲有其實仲有好多間學校嘅。咁但係想話俾大家知，我哋咁遠嚟做呢個今次嘅體驗之旅，就係話俾大家知，其實好遠好遠嘅地方都有好多人需要我哋去幫助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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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三位是老师。老师，老师。嗯。那这里是没有电的。没有电。没有电。没有电。那他们就白天就在这里上课，就靠阳光是吧？就是靠阳光的。根据呢，就是语文、中文、数学、中文、数学，只有三个。那只有我们三个老师，一个藏文，一个数学，一个语文吧。一年级嘅，呢个系女宿舍啊！我哋而家嚟到女宿舍。这边特别冷，特别热嘛，然后再头痛，然后再那个吐，学生都全都病了。是吗？那就是那样的。老师话啲小朋友，因为呢个温差好大啊嘛，日头嘅时候喺呢度咧，其实就日头嘅时候系好热。这边漏水根本。又漏水。漏水就是漏水。好热啦，咁啊热到啲小朋友系会中暑啦，会呕啦，咁同埋会头晕啦。咁所以佢哋就冇辦法喺呢度上堂，就要出去出邊。咁但係夜晚呢度又凍到不得了嘅。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感動到我，令到我覺得我今次冇白費到即係心機，同埋冇丟即係方家嘅架。原因係因為我哋真係見到一位好有愛心嘅教師，佢係一個位藏民，佢嘅名叫做扎西巴曹。咁呢位女教師係笑起上嚟咧，好甜美嘅個樣。咁啊，我問佢幾多歲？25歲。但係我問佢點解要剪短頭髮咧？佢講出嚟嘅故事係好感人嘅。那我看見老師你剪了一個短的頭髮，那為什麼你要剪一個短頭髮呢？因為我的理想就是當尼姑。什麼你再說你再告訴我。我的理想當尼姑，然後再那個幫助那個我能幫得到的那些學生啊，只能幫得到學生在教授嘛。为什么当尼姑才可以帮助那些学生？因为做当尼姑的话，只能自己不结婚的话，只能来来来，我受伤。只能我当尼姑可以教书。对，就当尼姑你就可以教书。只能在结婚的话。但我自己有心里有那种想法，根本做不到。那老师，你在这里，你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呢？最开心的是那个，只能我教的是他们听得懂，然后在他们学到的话，那是我最开心的。咁一路讲的时候，佢都好。即係佢嘅説話感動到佢自己，亦都感動到我。佢亦都喺度講話，佢希望見到啲小朋友可以有知識之後，佢可以離開呢個地方，去到城市去改變佢哋嘅生活。